的这样子。Yo， 你在看什么 ？Spider-Man。好，来了，好。来，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要转鸡蛋了。卡比兽。哦，有打 game 了。哎 ，Pokemon， 比你看这个。Pokemon。你去看看，在那边画。厉害哦！啊，这边也是可以画。后面，哈哈哈，OK， 来三个给我，你三个给，三个给我，你帮我转这个好吗？可以吗？好像要放两个在那边，没有，那两个要放，这应该要放的，对，来放定位，等一下我看，没有啦，出来了吗？哦、OK， 是什么来的？黑黑的。哎，给他。哪个？你要给他？好，去那边。Thank you. Let's go.来到了，哎，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哦，来来，这个我拍一下。你拿吗？手酸啊，手酸，你不拿我手酸，所以变成我拿啊。你拿这个来拍了。走，等一下我变成 YouTuber， 我被公司开除了。没有，我最多是可以帮你打马赛克。哎，要不要？以后你有出现在我们的 video 啊，你的脸是马赛克。不用啊，可以像那个女王刘佩，她跟她弟弟，她每次偶尔客串那种。哇，那边在打了，不能待太久，今天不能待太久。他是怎样？他是要报名啊？要报名，要打一场。摔跤赢啊？应该是。不稳。
跳很像摔跤音。它的玩法好像是一个有一个比赛啊，有一个比赛，然后你一直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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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有点像那个 Digimon Rumble 的人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他又走那个 Pokemon 的 style， 就是好像你一直挑战一直挑战，你去什么地方挑战什么比赛，我就可以 vlog 啦，然后到啦。要冲吗？那这里小孩子，我们直接给他们。谢谢你。OK。谢谢。奶奶要吗？奶奶。来。收完了。Let's go。Stop 上面。